大家好，我是阿俊。鲈鱼肉质细腻，营养丰富，许多人都喜欢蒸着吃。今天大厨给大家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做法——干煎鲈鱼。下面把煎好的鱼从中间改一刀，这样煎出的鱼外酥里嫩，并且吃起来不油腻，口感是咸鲜微辣。这你要是还学不会，我拿着锅去你家教你。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。虽然大厨不能陪你一生，但每天让你的胃满满登登。